是阿雀先生，社工明天的时间和地点呢？嗯，没问题的。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明天也要继续麻烦你了。时间和地点都没问题。今天早点睡吧，这样明天才有精神。晚安。这样就可以令你满足了吗？没关系，我等着看好戏呢。迟到了半个多小时，放弃吧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。